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好，小蜡烛！大家都想许三个愿，第一个愿，第一个愿望，有买愿望给他，第一个愿望给他，第三个愿望是给他。先第一个愿望，十秒钟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二个愿望，十秒钟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三个愿望，自己知道就好，那就不用再继续许了。那想再吹蜡烛，来靠近一下。靠近蜡烛哈，一二三，哎，一二怎么吹掉一二？不要吹掉了，好像我们吃给你看。好，小蛋生日快乐哦，生日快乐哦，你是在赶哦。那个，哇，怎么切第一刀呢？让下一个生日的切啊。下一个是谁？今天11月16号了。报告。谁是下一个？小蛋，你要切第一刀。哦，小蛋你怎么在切第一刀？哇！小蛋啊，现在苏萱切就好了。嗯，好。刚那个镜头没有处理好，直接拍到你了。没关系。好，那就可以。那分配一下，你刚算，你刚算几刀？你要记一下。我不知道，那就你要切八刀啊。哇！管他的。八都要啊！哇，你还自己挖一口钱，然后就要自己分了。哦，这是唯一的大一代表。哇，他今天去练戏牌。对。他今天没有来打，他今天没有来练球。这是谁写的？豹哥。再 take 一下 ，take 可以看一下。看一下哈，啊，那个背面是港式烧腊，还不错，这会附赠，会送给你，还颇有诚意的。好，小安，可是他不是诚意啊，我们因为机体有限啊。好，我们机体不够了哦。机体不够了，半夜晋升真是爽哦。啊，半夜晋升，真是爽。先吃哦，自己动手。干练剑，这很惨败哎。算了，来看啊！先讲先赢啦，先讲先赢。哦，哎呦，不要让你等话。先讲先赢。对。敢这么小啊，怎么拿走了啊？哇，你要挨啊！啊！我直接拿这个来挖比较快哈。挖你。啊哈！没有留。留给小戴啊！小戴你还不来，我们都要吃光了。吃屎！已经盯着录影了。哦。小戴不要吃了。那要怎么切啊？我不会切，你要切。我帮你切。这么切手会抖，不是啊？波浪感觉，波浪切法。哇！你好幽默哟。原来波浪是你家卖的。哇！谁一个比一个好？这边都没有，不要说我们对他不好。哇！他刚好选一片。这边还有小片。你知道你直接片别那边，到时候他来就干掉了。蛋糕就干掉了。我管他的。哦，我应该冰那个。少用盘子。你冰冷冻库好了。快吃啊！不是我要扣掉了。很好吃哎。你切啦。淑萱切快点啊！我在改。你不是说你不要啊？因为我没听到。因为小戴现在不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孟凯，这给孟凯。嗨。好了。